这个程序很小，怎么启动还这么慢？诶？这儿我们设这儿有点问题啊，我改一下。set layout parent。group。new。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啊，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父是谁。我们还是通过这个 hierarchy。哦、我们看一下它的父的话，哦，这个好像就没法弄了，因为它的父是一个 frame layout， 你看它更改了、frame layout 就要求下面的对象实际上就是它这一张啊，所以它的这个实际上是根据它的父啊，是根据它的父来进行它的是有这样一个关系的。因为它的父是一个 frame layout， 所以大家看默认情况下我们也是可以去设置，也是可以去设置它的。当然虽然我们不能更改它的这个 layout， 但是我们是可以更改它本身的大小的。我们来试一下更改它本身的一个大小，比方说200，我们不能更改它的布局，我们尝试去更改它本身的一个大小，这样子。因为它的副控件是我们的那个frame layout， 这个控件我们后面会讲到。它的意思就把它里头的元素当成一张啊，给它铺满。所以这种情况下，反正我们知道它是也是可以 set content view 的，对不对？啊，所以大家以后就知道了怎么去弄它。没生效啊，那这个可能跟 frame layout 有关，跟 frame layout 这块有关。 OK， 这个下来再研究一下吧，对吧？下来再研究一下。那大家也可以去试一下，我们把这个 button 更改一下它的这个宽和高。当然一般情况下我们是不会这样去用的，但是我们可能会用到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呢？我们可能会用到的一些内容是，现在我不用这个 button 了，我要自己去画一个元素，那么画一个元素的话，我们就按照我们刚刚的原则，三个步骤，其实两个步骤就行了。我们刚刚虽然用了三个步骤 ，custom view， 我们让它继承我们的一个 view，Android view 这个类。这个 view 要求必须要实现一个构造函数，我们就点一个最简单的构造函数实现。然后我们来重载它的 onJaw， 我们知道 onJaw 就是它的实际的呈现的这个过程。在 onJaw 的时候就会传入一个 canvas 对象，那么在这里我们就开始用 canvas 来画画了。怎么画呢？ canvas 它是一个画布，那么我们画画我们知道我们需要什么内容啊，是不是第一我们需要有一张画布，除了画布我们是不是还应该有张画笔啊？它们的定义不一样，画布是让你决定你在上头画就是最终呈现的是一个椭圆呢，还是方块呢，还是菱形呢，这个就是画布。什么是画笔呢？画笔就是你用毛笔呢，用铅笔，用钢笔，你的硬度，你的粗细，你的颜色是什么，这个叫画笔，对不对？所以我们这样来就很容易去理解它。 OK， 那我先定一个画笔叫 paint 对象，等于 new paint， 定一个 paint 对象，我给它设置一个画笔的颜色，然后 color 这里头有几个常量，我们可以直接用，比方说红色 red，
当然在这里面画笔还可以设置很多内容，包括什么透明度啊，什么这些 ARGB 啊 Alpha 这种都是可以去设定的啊，所以有很多的内容，包括蒙层啊蒙版啊这些，这个就很有，对啊，就像我们以前用 Photoshop 的一些高级概念啊。 OK， 然后呢我们就开始要用 Canvas 对象来画了。那么既然画 画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画一般就是用draw嘛，对不对？我们就看一下跟draw有关的有哪些。我们就看到有线条，有 ARGB， 有画图片。画图片我们就知道了啊，其实就把一张现有的图片给它呈现出来，这个就很简单啊。还有画圆、画线，刚刚那个最上的那个线是画的那种弧线啊。画椭圆、画路径、画 picture， 刚刚是位图，这个 picture 是其他各种各样的图形啊，用来填充的。画点、画矩形 rectangle 啊，这些单词大家都要知道。画圆角矩形，这个就更有意思了啊。那我们待会我们就要画个圆角矩形，我们看一下它的参数，或者我们其实先画一个最简单的矩形吧，先画一个最简单的矩形，让大家有一个直观的这样一个概念啊。最简单的矩形里面有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左边的位置、上面的位置、右边的位置和下边的位置再加一个画笔啊。那好，我们就来给它设定一下，左边的位置比方是10像素，上面的位置是10，右边的是比方说90，那么这个时候它的宽度是多少？是不是就90减10就80，对吧？同理就是 paint 就把我们直接那画笔传上来就行，这就是它的做的一个简单的定义。然后我们这个是不是就是一个视图啊？我们说了我们的所有控件都是寄存于视图的，那我们这个算不算是一个控件呢？对不对？也算是一个最最简单的一个控件，也算是一个最最简单的控件。然后我们下面要干嘛呢？就要把它呈现在我们的 activity， 呈现在我们 activity 上面。那么现在我们就要先把这些注释掉，然后这个地方直接 new 一个我们的 custom view， 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看是不是就画出来了？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空间，如果你想把它做成一个按钮，你第一你可以把它做成圆角的，对不对？第二我们是不是可以在上头再画点字儿啊？我们你看我们再用 canvas， canvas 还有一个做呢，做 text， 做 text 画什么内容呢？ hello view， 给它画个10，左边是10，上边也是，左边20吧，这样不要挨到边界了。还是用这个 paint 就要改了，你如果还用红色画是不是就看不到字儿了，对不对？我们就直接给它换一个颜色， set color black， 黑色，把它画到我们的红色区域里面去。看到没有？当然这个效果不是特别明显啊，应该通过计算把它放在正中间啊。你看这个就是我们的字儿。那么这个空间我们总觉得还缺少了点什么，好像还缺点事件。那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 view 里头有没有现成的事件可以用的呢。但我们现在先体验一下，
后面我会详细的跟大家说这些事件的东西，告诉大家我们的事件分为哪几种。如果我们都知道事件是跟 on 有关的，对不对？看一下啊，有没有我们的最喜欢用的 onclick 呢？找一下，为什么没有 onclick 呢？大家猜一下。实际上我们的 view 啊，实际上我们的 view 包括从 text view 而言都是有，我们看都是应该有 onclick 的。但既然没有 onclick， 我们看看有没有替代的。当然在这里大家可以去研究一下啊，我们的 view 有没有 onclick。 我记得 view 是有 onclick， 我记得 view 是有 onclick 的。哦，我们可以这样子来实现，这是一个接口。我们的这个事件可以这样子来实现，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实现方式有点不一样，这个后面我也会，这其实是我们自定义事件的时候两种方式，一种是什么？重载，我们说了，可以重载在它的这个 view 里面的具体的函数。另一种是什么？可以设置监听，对不对？我们来设置一下监听试一下。那这我们就要改一下了，custom view， custom view， 这也改一下。然后我们在这看一下它有没有 onclick， set on， 看没有？所以两种方式，一种是通过接口这种实现。toast 第二 make text this not this custom 第二 this you click it 三千。别忘了秀。 OK， 我们再来看一下效果。后面我会给大家说，如果我们在这个 view 里面怎么样去弄，那我们就要是分析好这样的一些事情。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按钮，点一下，再点一下，看到没有？是不是就很有意思？那么这个就相当于就是实现了我们的控件的这样的一套机制。但是大家注意，这点我要说一下，请问我现在这个 custom view 在这个窗体上是多大的？结合我们刚刚说到的 frame layout， 把它铺满，对，是铺满的。怎么验证呢？我在旁边点一下，我点一下，看到没有？所以我们证明它实际上是铺满的，跟我们 buffer 是一样。这个取决于它的负的那个 layout 啊。所以呢，我们的画布是这么大，我们只是画了这一点点而已。这个空间就有点恼火，对不对？我们后面
真正的研究清楚了，我们说我们要搞清楚怎么样来只让它只是这一部分，那那个时候你就不要用 frame buffer 做它的副容器了。当然也可以去控制它的这个大小，我们在后面高级的内容会去讲解一下。这个是不是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讲自定义空间，但是我通过这种方式给大家讲一下我们的空间是怎么来生成的，我们那些标准空间是怎么来生成的。这种方式当然真正的那个类实现起来要复杂的多，还有很多跟样式的这些关系啊，对不对，它的各种各样的属性啊，但至少它的原理就是这样子，就通过我们的 canvas draw， 通过我们的 canvas 把它给画出来的，把它给画出来的。那么这个就是它的这样的一个呈现，我们要牢牢的给它把握住它的呈现的两种方式，一种是动态，另外一种就是通过我们 XML。 那么在这里的话，我们的核心是我们的 view， 要扩展于我们 view 的这样一个类，并且去重载它的这个 onDraw 这个方法，通过 canvas 把它给画出来，就可以画出来了。那么它的事件我们后面也会去讲解得到。那么在这里我们就要想象一下，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实际上我们的这个显示它是需要下层的一个支持的。我们来看一下下层是个什么样子。这个是我们一个框架图，在最下面啊有一个 surface 啊，有个 surface。那么实际上它也是一个类库啊，实际上也是一个平滑过渡的这样一个类库的这样一个机制。我们在这个里头，我们称为叫有一个叫什么呢 ？Surface flinger， flinger， 这个是我们界面显示的一个基础，而它下面还需要我们 frame buffer， frame buffer 这个驱动的支持，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驱动啊，这是我们的一个驱动。这个就有点像类似于我们，你看我们的 Windows 操作系统是不是也需要我们的 GUI 的这样的一些类库的支持，一样的道理啊。 Linux 下面也有很多，对不对，包括 Qt 是不是，这些内容。那么在这些内容之上，这些都是在内核里面去实现。那么在这个内容之上，我们有一个这样的叫我们的图形界面 2D 图形界面的显示引擎，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图形显示库，叫 Scale， 这个是以前是一家公司，后来被收购了，现在也都开，就是它的源码也都提供出来了，在 Google Code 上大家去搜一下啊，叫 Scale， 它是真正的负责我们当前界面的一些呈现啊，当前界面的一些呈现。那么基于它的这个呈现上面的，我们又进行了封装，就是我们 Canvas 对象和我们的 View 啊这些内容来进行封装我们的 Framework。那么这是 2D 这条线。3D 我们就直接就不是靠它来实现我们的这个呈现了， 3D 我们就用的 OpenGL 来实现我们的一个呈现过程。所以我们现在在 Android 上头能看到那些界面，多亏了它和它，特别是我们看到标准普通界面多亏了 Scale。 所以这样子来看，这个大家可以去网上搜到啊，又是一个开源的库了，这个库被 Google 给收购了，这个公司被 Google 给收购了，那他们就专攻图形算法，就怎么样让你这个界面呈现的没有锯齿，怎么样呈现的快速平滑，就这样的一个内容。所以大家看啊，包括我们后面要讲的是 Media Player 用的 Open Core， 实际上 Android 是不是也是一个拼凑体，用了很多的这个世界里面各种各样的理，我要用到音乐了我去找个库，我要用到视频了我去找个库，我要用到图像了我去找个库，我要用到 C 语言的那个类库支持我去找一个，或者我单他每次找来他都要改啊。所以大家这就是它的这样的一个结构，下面是我们这块它的一个详细的机制，我在这里不打算说的太复杂，大家容易搞混，你就先记住几个概念，一个叫 frame buffer， 这个是我们图像显示的驱动啊，字符设备驱动。 frame buffer 之上我们用到了什么呢，用到了 scale 这样的一个图像引擎啊，注意它只负责我们 2D 图形的呈现， 3D 会用到我们 OpenGL 的 ES。 所以大家想现在就知道了，哦，原来我们是一个 view， 它最终能够呈现出来还靠了下面的支持啊，还靠了下面的支持。
那现在的话，就大家自己也来演练一下，包括远程的学员也在这个时候也都停下视频来演练一下